择他的一只手，抓住他，抓的时候呢，大拇指和四指分开，抓住，然后这个时候呢，移动你自己的身体，把你的身体往这边移动，伸直你的这只手，然后现在呢，在你的左侧呢，就会有一个空间，现在呢，用你的右手抬起来，把你的右手从你的大腿和对手的胳膊之间放进来，然后搭扣，然后搭扣的时候呢，这只手像一定要像猴子一样，大拇指和四指并拢，抓住你自己的手腕。视频前的你，如果在男性持久力、勃起硬度等方面不满意，现在就加郭老师微信3581633379，让郭老师帮助你持久坚挺，延时20到40分钟，补肾壮阳，延时助勃，增强夫妻性生活，28天彻底告别快男软男，做回自信的自己。记住微信3581633379。夹紧我，然后用你的大腿往前踹。对，这个时候我的双手为了控制我自己的身体，我就会往下杵。然后你可以选一只手，对，抓住，对，然后起身，对，对，对，然后把你的脚打开，自己脚踩在地上，然后把你的屁股往你的右侧移动，对，再移动，同时把我的手往上抬。对，对，对，然后上面的这只脚用力压住我的背，对，然后现在你的两只手用杠杆。